这次你起到了关键作用，维持了平衡。果果，你看，我们三个构成的一个系统中，平衡是不是很重要呢？是啊。世界上任何一种系统，包括我们的身体，平衡同样是最关键的因素。嗯，比如？比如，身体中糖的数量和胰岛素的数量，当它们失去平衡状态时，就是所谓的糖尿病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爷爷就有糖尿病，他每天都需要注射胰岛素。所谓糖尿病，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？简单的说，糖尿病就是血液中含有过多的糖分。糖分它实际上是我们身体的主要能量来源，由血液输送到全身细胞。胰岛素像细胞的一把钥匙，能打开细胞，使糖分进入细胞，从而将糖分转化为能量。细胞的胰岛素抵抗，导致锁眼被某些东西堵塞。由于胰岛素不能为糖分打开门，使血液里的胰岛素及糖分增加，而细胞却缺乏能量，这被称为二型糖尿病，将损坏神经和血管，导致譬如心脏病、肾脏疾病、失明、神经疾病、牙龈发炎等并发症。真可怕。那么胰岛素是从哪里来的呢？在上腹部有一个叫做胰腺的器官，胰岛素就是由它分泌的。30岁以后，身体细胞产生胰岛素抵抗的机会更大。由于不良的生活方式，导致血液里糖分增加，强迫胰腺分泌更多胰岛素。就像我们刚才说的，维持一种平衡。但是在分泌更多胰岛素几年后，如果我们不关照这种情况，胰腺耗竭，慢慢降低胰岛素分泌。这是一个挺复杂的过程哦。慢性病总是通过长时间不良习惯的积累造成的，比如肥胖或体内脂肪过多，长时间坐姿而无身体运动，不规律饮食习惯，不规律睡眠习惯，家庭糖尿病史等等。不安全感及无安全意识也是使身体患糖尿病的主要原因之一。那么怎么解决这些问题呢？糖尿病的最好方案是预防，遵循健康生活方式，经常运动，良好的饮食习惯，良好的作息习惯。有家庭史的人要避免吃太多糖。对于二型糖尿病，我们可以提供一些方法。现在是迪帕克医生秘方时间。在服药的同时，在食物中使用姜黄，在茶、咖啡或汤里加入肉桂粉。姜黄、肉桂具有抗糖尿病性能。多吃苦瓜，它含有植物胰岛素。早上喝足量的水，每天散步30分钟，避免糖及甜食。最后还是提供我们的老方法，冥想及花香能帮助你排除糖尿病的悲伤感。所有这些方法帮助身体打开细胞的锁眼，因此胰岛素能为糖分打开细胞，并控制二型糖尿病。哦，这么多方法，我赶紧回去告诉我爷爷。这平衡打破的也太突然了。